好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三度音程的练习。比如说，我们这第一弦空音是咪，高音的咪。那三度音程往下走就是哆咪，那二弦的一品就是哆。然后我们两根手指一起，哎，这个就是哆咪，它就是三度音程。然后哆咪，那 re fa 呢？然后这个 so， 你看 so mi， 它又是三度音程啊。然后 re fa， 你看 re fa， 那这个就是三度音程练习。那为什么要练这个三度音程呢？就是以后我们演奏一首歌曲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些分解。如果我们加上这个音程，三度音程或者六度音程，它就会更好听，更和谐。这个是拉哆，拉哆，它也是三度音程。然后松开，二三弦，扫西，扫西。它也是三度音程 ，OK。这些都是三度音程，我们自己可以推算。三度音程倒过来，那就是六度音程。比如说，哆咪，那咪哆呢？咪发嗦拉西哆啊，它就是六度音程。OK， 好，分享到这。